我想说可以成为你的 soul mate。我想请你们两个深情的凝视彼此十秒钟。等一下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我会害羞啦。跟之前的男朋友，你们会去游乐园吗？我没有跟男朋友去游乐园玩过，哎，从来没有。都是跟朋友比较多，大家在旋转木马上就觉得，哎，好像有点圆梦了。